沙巴古纳海域今早短短四个小时内发生两次地震，震级介于里氏3.4级到3.6级之间，但气象局强调没有海啸风险。古纳以东35公里的海域现在凌晨4:04发生里氏3.6级地震，来到8:27，几乎同个地点再发生3.4级地震，两次震源深度都只有10公里，属于破坏力强大的浅层地震。气象局指出，古纳、拿笃和仙本那可能会出现震感，当局还在密切留意状况。